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哦，201哦。201，宝娜小姐和阿宝老师好。哎，你好。我要解一本解的请教老师，那个龙四宝，比如雕塑工买别些蓝龙油就用，爱有什么些蓝没用的无？我请教这个问题，谢谢。嗯。来，这个物件吼，龙四宝就是讲啊、应该是你要用农药吼，稍微选择一下吼。这其实上大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羊的这个问题吼。比如讲，你若要用龙四宝吼，这其实含其他物件咧，蓝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吼。啊，但是你要先甲羊开啊。比如讲，我即马啊咧泡要泡农药，我爱甲这个四片哦，龙四宝哦，这物件咧先落去哦，啊改先。捞开哦，捞开了呢啊，其他农药它加落啊呢，好、哦，这个呢大概就不会有问题啊、哦。那么因为这有一寡物件，就是讲啊，你农药泡好还是讲有呢啊，并讲你那是这个丁属多啊豆病啊，并讲农药泡啊差不多啊，啊你把龙须宝加落啊，龙须宝加落伊个是不是啊？卡克嘛吼、哦，啊落去伊会怎啊表面会夹起来吼、哦，所以你咧拉的时阵会变真歹拉。哦，这个问题是安尼，安尼啊，得病过来的病啊，吼，所以啊，这蓝农药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哈、哦。那么，这个底单农药的这些混合呢，那么基本上哦，咱有去甲试过哈、哦，啊，倒是要不讲真大的一个这个啊，这个问题哈、哦，所以就咱听众朋友哈、哦，那么小做一这个了解的哈、哦，所以你要蓝哈、哦，那么就是这个啊，唯一的这个问题哈、哦，不啊，跟你讲的就是讲啊，唯一的问题哈、哦，唯一的问题。是迄个泡的，这个丁属呢，啊，你爱滴吼，这是一个啊非结晶型的吼、哦，这咱叫做二氧化系的细片吼、哦，所以为什么咱拢甲你讲细片特别去强调，伊是非结晶型的这个二氧化系吼、哦，这是一个非常。独特的一个啊，这些物件哈。那么伊较容易哦，比如讲，有的人讲啊，这个因为伊会吸附这个重金属嘛哈、哦，那么会吸附这些铜呢，会吸附在啊伊的这表面啊，也让铜剂呢反而哈，即、哦、嘛目前个观察起来哦，比如讲你呐含含这个当这做回来用的时阵呢，那么发现哦，伊的这个啊这个效果呢会比较啊这个有哈、哦、算。铜呢会有一个表面的一个覆盖啊，铜的一个活性哈，比如讲氢氧化铜这种呢啊，它的活性会稍微降低啊啊，但是它的延长它的这个效果。好，比如讲你啊蓝当这哦，你啊蓝当这做会用，哎、啊、这是不是啊？这个去夹做会对吧？伊这农药呢会去哦，这四片改夹做会，那么伊的。同一个时间的这个效果呢会稍微降低，但是它的保护的效果会增长。哦、那么这影响较大的就是铜剂、哦，就是这个啊离子型的这个药啊，离子型的这个药里底大多数都是铜剂啊，铜剂其他的物件呢啊真少、哦，所以呢其他呢啊这些农药的混合，但是因为你要染哦，这个丁属一定要清澈，就是讲这个细片龙细胞你一定要先甲羊膜开。哦、你先把羊膜开，那么羊膜开哦，这个溶解开来啊，这农药你要加啊，都无啥要紧啊呢，哈啊，这个大概呢，在这个使用的姐姐当中哈啊，然后朋友呢，当小做这个参考啊，这啊效果呢还不错哈，啊，这提供给你做姐姐了解啊，嗯。